在经历了殖民地、世界大战这些蛮荒的过往之后，人类文明总归要向着更高的层次迈进。是否人们已经从现代生活中找到了幸福的方程式？宗教呢，就是应该称为是人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康德曾经仰望的星空下，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已然在致敬佛学大师的缘起性空、科学无法触及的内心准则中，还有多少定律值得敬畏？禽流感的时候，对于飞禽的扑杀，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人来传人的时候，这一帮人呢，就是全部杀掉，就是这是什么样的这种理念？zu erreichen etwas über das Leben nach dem Tod oder überhaupt über den Tod zu wissen。因为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都会死。拥有全球最多诺贝尔奖章的哥廷根学者，正在问道佛教学者索达吉堪布宗教的现代。堪布，我们刚刚介绍你的背景，还有你这里过来的来龙去脉，那做简单的报告。感谢光临。好的。怎么说呢，很好，今天很开心啊，就是跟哥廷根大学的老师和学者一起交谈宗教与生活。我们今天上午刚刚跟施莱德教授也探讨了关于宗教与现在人们这个生活方面的很多很多问题，同时呢，我也这个上午啊就看了一下这个400多年前具有历史的这个古老的图书馆，我自己感觉这次到哥廷根，就很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德国一方面它保持有一些传统的文化，就包括建筑啊，包括它的400-500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些书店呐、文化的保存啊，同时呢现在就也是对这个高科技当中的话，那就是德国所在全世界来讲不管是造这个汽车也好，造电器也好，在这方面就是人们都很向往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自己感觉呢很有兴趣。我以前在这个在藏地的时候呢，也是知道哥廷根大学就是有这么一个，但自己很有兴趣。我兴趣的原因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因为我们以前佛教的一些空行啊，佛教的一些唯识观啊，就是这些都是经常由量子力学来对比。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到这里像普朗克啊，就是伯恩啊，就很多量子力学的，包括爱因斯坦啊等等，就是这些是跟哥廷根大学就是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爱因斯坦当时光义相对论，也是我以前经常听到一些故事，他研究这个相对论的时候呢，就需要就是一个这个黎曼公式，数学的公式。荷兰呢就是希尔伯特数学家面前就是这个请教的过程当中呢他得到了长方程，然后就别人说是让他也是应该在光义相对论下面落命，但他自己认为是在哥廷根的这个界上呢，就是像这样数学方面的共识做的人是很多的，就是这是不应该提，就是这是应该爱因斯坦发现的，不是我发现的。所以说爱因斯坦成为这个是物理学家，就是也是这些故事吧，就是这个哥廷根大学呢，就是我是很有这个兴趣的一个原因呢是这个啊，还有一个对这个大学就是兴趣的原因呢，因为那个如今在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是这个德国，在德国来讲呢，就是最多的应该是这个哥廷根。我有些学者说是获得诺贝尔奖
整个哥廷格的城市当中的是大概可能有60个，但这个我没有看到过资料。但我以前看到过资料的，就是哥廷格大学呢，就是大概有45位左右就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在这里读过书的。我今天就跟那个教授也问，我说这是什么原因？就跟世界上就是这么多的学者当中，这么少的人里面，就是获得那么多诺贝尔奖的。所以说我更觉得是这个哥廷格大学呢，确实是在世界的这个从科学领域的发明角度来讲，是它是一个确实是人才的宝库。所以我对这个学校呢就是很感兴趣的原因，第二个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中国这边呢，就有个叫季羡林，就是他是称为是一种这个过报，就是这样的。他曾经呢就是在哥廷格大学就是学梵文，然后他自己也说，我在这里就改变我的一生，就是从1935年到好像45年，在10年在这里。然后自从在这里这个学习梵文，我们是特别就是像这个研究这个梵文，那么这个梵文跟佛教呢就是有非常深深的渊源。但他呢就是从这里就是学习读博士，后来就改变了就是他的一生。这样以后呢，我也感觉到就是因为梵文是来自于是印度，就是为什么是印度就是没有这个学梵文的学校，而在这里呢就是学习，这里为什么是有这个这么好的这个学梵文的这种这个就是教室或者是他的这个因素。这是我就前面就是大概对这个学校呢就是有这样感兴趣的。而今天我们简单的以我的观点就讲讲这个宗教与现在这个生活就这是我作为一个藏族这个出家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对这个汉地对很多地方的人们的这种兴趣和宗教的这个关系呢，就是我是比较这个清楚的。那么如今这个社会当中呢，就是其实是宗教呢，就是应该称为是人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我前一段时间在美国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一个报告就是这个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的报告当中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全球70亿的人们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没有任何信仰的，就是宗教的这种人呢，就是大概是10亿左右，就10亿，就其他的呢，就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宗教的这个信仰。那么这样以后，在10亿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有一些可能国家呢，就是不一定是特别明显就是能说出来，实际上是里面就是有信仰的。我在这个汉地的时候呢，也认识很多的学者领导他们都是实际上是有信仰的，但是以种种原因呢，在外面是没有的。所以这样一看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人类呢，就是基本上是与这个宗教的生活呢，就是没有这个分开的。我以前那个就是看过一些就是很多的书就是在书里面呢，就发现到，就是，宗教其实是人们这个从内心当中约束，也就是说道德向上的就是这么一个规则。这种规则呢，在实践当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好像这个德国的这个歌德就是他也是曾经就是说过，他说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两种东西呢，就是最感到稀奇，也最感到敬畏。那么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这个上面的这个星空就是天上的这个星空。如果没有星空的话，那所有的星星的这个转绕呢，就会乱的。就是意思可能是也有这个上帝的这种安排。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们这个信众的，也就是说是道德就是规范的这个就这样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宗教的这种这个道德准则的话呢，那么我们的意识行动呢，就是都会就不正常。尤其是像我了解的这个佛教，就藏传佛教。那么藏传佛教呢，就是如今不管是在西方就是在东方，就是也是树大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本来藏传佛教呢，就是在我们
按照这个藏地的这个习惯的话呢，人就是降生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这个他的祝福，然后在这个结婚呢，就是在所有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话呢，也有就是他的这个仪式和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理念，然后人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也有同样就是他的一些这个仪式。那么这样的这个仪式呢，虽然表面上是一种这个仪式行为，就是一种行为，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古老的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呢，它是依靠一种仪式和一种这个行为来这个表明就是自己内心的这种智慧，就是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这种这个佛教的这种外在的这个形象也好，内在的文化呢，现在呢就是推向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包括西方啊、欧洲啊以及这个汉地的，就是成千上万，就是这个这种趋势，也就是说学习的人呢就是越来越多。在这样的佛教的观点当中呢，我发现可能跟其他的一些世间的知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宗教的话呢，那么对我们整个世界的一些世界观来讲可能有些地方需要值得分析。比如说我要讲一下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个平等观。那么佛教的这个平等观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在原来这个像这个美国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这个黑人啊，就是当这个奴隶的时候呢，就是人之间就是不关心，但如今呢不平等，但如今呢基本上就是人都已经这个平等，就是有就这样的这个理念。但在佛教里面所讲到的这种平等观念呢，实际上是使人与人之间呢就是也要这个平等的这个对待，就是平等的对待，而且人与动物之间呢就是也要这个平等的这个对待。那么就人与动物之间为什么平等对待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宗教也好，世界上的很多的学者呢，对动物的这个虐待，对动物的杀害，是非常的可悲的。我听说是你们这个德国这边呢，好像杀动物的时候呢，就是先要打麻醉药，就是然后呢，就完了以后呢，就杀掉，就是而且这个。不能就是自己就是就杀，就是我觉得是如果实在是就是没办法就是不得不杀的情况下，就是这种方式呢也是考虑到就是动物的这种感受，就是这一点呢我并不是赞叹就是你们这个德国人杀动物，就是这是很不好的，就是但是即使要是如果实在就是要杀的话呢，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就是这是很好的。但其他的有些这个尤其是杀害动物呢，就是这是非常不平等的，很多人说是平等观，但是这个不平等的这种现象呢，在我们人这个手上就是看得到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就是大家是非常这个清楚的。那么我们人的这种权利和人的这种理念呢，就是杀害这个其他动物，就像最近呢，就是在有些地方闹这个禽流感，然后呢，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飞禽呢，就杀掉，就是那么这种。这个人类对这个动物的虐待呢，就是我是非常不赞叹，而且呢就是觉得是这是人类非常愚昧的行为。这个佛教的这个平等观，那么这个呢需要值得在座的这个学者们呢也进行这个观察。确实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是有很多不平等的这种观点，这种观点呢就是跟我们的教育，跟我们人类就是生存的一些这个因缘呢，就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我想要讲到这个佛教的这种这个和平观。现在人人都讲就是叫世界和平，但世界和平的理念呢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其他的各方面讲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地球上共存的所有的生命都是热爱和平的，都需要这个和平。但在从佛教当中呢，应该说这个佛教是2500多年前的一个历史，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完全可以得到这是这个世界和平的最究竟的理念。因为佛教所提倡呢，所有的这个罪业当中呢，就是杀害其他
杀人也好，杀其他这个众生呢，就是最可怕的。那么，如果这种理念就是能坚持的话呢，我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也是不会就是发生的，不会发生的。包括就是现在国家有个别的国家呢，就是他利用这个核武器啊，就是威胁其他的国家，大家都是非常非常胆战心惊的。这也是是。这个应该说是没有这个佛教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和平观啊、如果有和平观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就是要真正的从内心的和平，并不是说是从外在的，就是人与人好像开几个会啊，就是就讲做一个讲座，或者是几个领导官方来往，就是这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和平。从原则上是我不杀害你，你不杀害我。佛教里面最基本的五戒当中呢，有不杀生的戒，所以我自己认为呢，如果真的要这个世界和平要体现的话呢，从佛教的这个就也就是说慈悲观开始呢，非常容易的。还有我们佛教当中呢，就是叫这个幸福观，也就是人很快乐，就是幸福生活啊。不知道这个欧洲国家呢，就是对幸福是什么看待？但最近在大陆的话呢，就是很多人拼命的追求幸福，但很多人就追求不到，就是反而很痛苦啊。就有些人因为买车、买房子，还要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医疗保险呐、养老保险呐啊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就是所逼迫。也就是说，有些是以自己的这个婚姻啊、家庭呐、还有呢。就是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啊，自己的能力不够啊，还要在自己的职称呢，就是需要跟别人就是攀比啊，有一些虚荣心，还有一些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矛盾痛苦就不断的就是在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佛教就是也不提倡就是一切。我们世间当中的追求全部要放下来，但是佛教呢，就是也不提倡就过于的去攀比，过于的要自己用一种虚荣心来开始面对生活，应该是要用合理的用公正的用这种智慧来就是观待自己的这种生活。那么这样以后的话呢，确实我在我发现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佛教徒当中的话呢，原来他们在这个生存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痛苦，就是对家人的关系啊，对外人的关系啊，就非常痛苦。但后来这个学习佛法之后的话呢，就是就内心当中的真正的这种快乐呢，就是永远也是可以说，佛教徒虽然有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呢，完全能面对的，就是这种现象呢，是一种这个修行，就是修行当中的一种幸福观。这种幸福观呢，可能是很多的这个钱呢，就是。是买不回来的。这种幸福呢，穷人也可以得到，就是富人也可以得到，就是什么样的都能得到的。就是这一点，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佛教徒呢，就是开始这个赞叹。而且呢，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亲自发现过无数的人的这种这个生活体验，就是所以呢，也今天给这个分享给就是不同国家的人。其实。在这个佛教的有些生活观念呢，就是比较简单的，也是幼小的。前一段时间我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就这个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原来一个人呢，他不会游泳，他最后在这个掉到水里面呢，然后他掉到水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拼命的就是挣扎，就是他的四肢呢，就是他因为不会游泳，就是他拼命的就是挣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越来越就沉下去了。后来他自己觉得呢，就好像没有希望了，就是死就死了，就是然后四肢全部放下来了。当他四肢一放下来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身体呢就是漂在这个水上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脱离了生命危险。我想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呢。
对自己的地位啊，对自己的名声啊，就是拼命的去抓，拼命的去追求。但你越追求越痛苦，就是一直是得不到的。比如说有些人对感情特别执着，然后你越想就是得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与你这个遥远。有些人对这个钱财特别执着，你越想越的话就越得不到。但你一旦呢就放下来，就随缘，就是不要特别的去追求。如果得到的话呢，那就很好；得不到呢，就随缘吧。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机缘呢，就是会自然而然来。所以说，这是我们也应该就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对这个生活啊，对生活呢，就是实际上是应该有一种智慧来观察。在佛教也好，其他宗教当中呢，经常人这个活着的时候呢，应该要一种这个开心，就是不要就是整天的是就是一种这个觉得自己还需要这个还需要那个。人的这个欲望呢，就是相当于是无底洞一样的，就是没办法填满的。那么有一定的时候呢，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呢，就是实际上是对家庭和对自己的，包括这个心灵、生活、身体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要面对生活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对这个痛苦呢，就是不要特别去执着。当你一旦就是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时候呢，你要想，就是这种痛苦呢，实际上对我的生活呢，应该是有帮助的。它不一定是变成危险，不一定变成阻碍，应该是从痛苦当中呢，就是会找到就是它的这个实质性。比如说我们在事业不顺利的话呢，也许这个事业不顺利呢，你的这种这个事业呢，就是是顺利的一个象征。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呢，经常就是把这个痛苦或者说人生当中的一些不顺的东西呢，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最重要的一种修炼，最重要的一种这个修行来看待。那么这是我想呢，每一个人应该就是需要就是值得思考。最根本的呢，就是我们在座的人也好，你不管是你有什么样的学问，有什么样的地位，你有最好的才华长相啊，就是这些都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会无常的，就是会没有的。所以我们经常有一种叫做这个无常观。那么这种无常观呢，就是谁不愿意也是会到无常的。所以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呢，就是没有这种这个无常观，就是自己呢好像是活一千年活这个一万年那样的这种打算呢，实际上是也不好的。虽然是这是到一定的时候就出现一种不吉祥，就是也许你不愿意考虑，就是包括就是对死亡的话，很多人的我遇到很多的学者，他们都不愿意提就是死亡的事情，就是一提到死亡的时候呢，觉得很不开心啊，就干脆不要想这些事情。但实际上是这是非常不好的事。关于死亡这个问题呢，我想我是经常就是看到很多学者，看到很多了不起的这些人物呢，他们对这个死亡呢一点的是没有准备，没有这种这个修行，就是这是我就看到，就是有些人很有学问，但实际上死的时候呢就是很悲哀，就是这方面是我们这个宗教人士呢就是感到就是悲观，就是不仅仅你在社会上是再成功，也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不断的会存在的。那么不断的会存在的话呢，我们人如果你很简单的去应付呢，不合理的。这一点不仅是现在，就是我看以前的，比如说孔子，他呢就是说这个不知生就是焉知死也，就是他说你看我们生都不知道，就是死怎么说啊，就是他就应付了。因为这一句话呢，就是实际上害了很多的人，应该可以说害了很多的人，就是他们后来呢，实际上他并没有说是死亡以后人不存在，并没有这么说，但是呢他就笼统的就是说这句话呢，就是后来好像在传统上的人呢，就是对死亡就是忽略。其实这个人的这种前世后世啊，死完了以后灵魂还继续存在呢，在这个基督教和天主教以及这个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就人死了以后呢，就是上天堂下地狱，在其他的教当中呢，就是只是笼统的说而已，在这个佛教当中呢，就是有特别详细的描述，就怎么样人就是转到这个后世当中，就是去啊，就是
包括这个柏拉图，就柏拉图呢，他所认识了以后，应该就是羊毛村这个动物，就是羊毛村这个人，就是他会说过，就是或者是变成其他众生，就是他还是认为是认识了以后呢，就是应该有一个后世。但是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哲学和宗教当中呢，就是说的不清楚，因此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就是说的非常清楚。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座的这个这些学者科学家呢，就是也是应该对念自己的生命就是有没有后世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不研究的话呢，实际上是短暂的几十年的科学呢，如果我们研究即使得到一些成果呢，我本人认为就是这种成果呢是暂时性的。关于这个人的来世的这种存在，或者是人的身体以外的生命存在，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我是经常就是看这个一些科学家的书啊，尤其是在荣格啊，就瑞士的这个科学家心理学家荣格，他呢也是在他的一些会议录当中就是讲了很多，尤其是他1944年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次呢，他有一个病死，就是病死就是心就是离开他的肉体，有一次他心脏病就是，然后呢就是他的心呢就是离开了他的肉体。然后呢，就是越过就是大海，就是像那个斯里兰卡啊，就是印度啊，就是去了很多的地方，就然后呢，就是最后的是回到就是自己的身体里。然后他就完全就是认为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灵魂的这个存在。但是欧洲国家和这个就这边的话呢，就是把它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就是并没有呢，就是他的这个心理领域呢，就是并没有得到就是很高的一种这个，因为当时的这个科学的局限呢，就是并没有就是认可。他自己也认为，就是他做了就是50年以后的话呢，才人们会发现，就是他的这个思想呢，就是对人类社会是有利的啊。所以说呢，我去很多那个就是学校，然后跟这个学生和一些知识分子交流的时候呢，我对有一种感觉啊，就很多人对这个来世的存在不知道，前世的存在不知道，就这一点呢，就是感到有点就是悲伤，就是说实在，就虽然他们的研究的这个成果呢，就是应该是对社会、对世界是有利的，但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就经常呢，就是就要讲到，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呢，不单是对这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需要研究，但同时呢，也要知道是自己的这种来世啊，就自己如果有后世的话呢，那么你应该按照这个佛教里面讲的心持善法，就是心善断恶，就是这样的这个行为呢，在如今来讲是就是相当重要。那么最后呢，我想说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到了21世纪呢，应该是从完全是一种科学来满足或者说解决人类的问题呢，这是很困难的。现在有个别的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他提倡一些世贸市场，然后呢就一直顺着这个外境转，就是对内心的对宗教呢就是认识就并不是很乐观。但实际上呢应该说是作为宗教，宗教是一种人们的心灵科学，这个心灵科学呢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生活是分不开的，而且是非常重要。因此呢在座的学者们呢，就是对这个宗教的研究呢应该是非常有必要，就是放在这个首位。以前那个日本的这个池田大作啊，就是他在这个旧金山，应该是在1997年、1996年的时候呢，就是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这个宗教呢，就是人呢，就是不一定就是需要宗教来这个存在，但是呢就是这个宗教呢就是为人而存在，这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其实宗教呢就是不可分割的。非常感谢大家，下面